再说一次我们今天要骑的路线吗？我们今天要骑的路线。李彦均小十岁姐弟恋修成正果，文教半年闪驾车神一哥。多一寸能多点什么？可以多一点自信，可以多一点选择，可以多一点特权。当年高速国王大女子，25岁一千赫都来得及的林彦均 ，A.K.A. 151，已经从主持人蜕变成小腿肌炸裂的林选手，实力不止写在小腿上。去年还代表新北市挤进全运会。14号，他爆出姐弟恋修成正果，即将在农历年前后嫁给车神蒋胜山。阿丹，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说我进步了吗？哪一方面？骑车，也没有其他方面。不是亲爱的车车，他们都说，哎，你跟阿丹骑一定进步很快哈，他们一定觉得你教我很多，但其实是环境，你把我带去我必须会的环境，不得不就要进步了。李彦均的前一段恋情也是因为4年前骑公路车结识小7岁的韩国欧巴，但交往2年多还是因为文化差异和平分手。阿辉单一年，这回依旧是姐弟恋来着。越野车国手蒋胜山，绰号阿丹，今年28岁，曾多次代表台湾出国参加登山越野车赛事。2018年夺得亚运银牌，在国内外登山越野车界名声响叮当哦。所有的人都是把车一台一台的牵上去啊，结果我们这个淘气阿丹。也太厉害了吧，就这样一阶一阶的给他骑上去呢，真的是神丹呐、李彦均借骑车聊情商，因为江心富担任教练，进而和教练的儿子江胜山变熟，近水楼台先得山。据悉两人稳交半年，喜事也早在越野车界传开，只要江胜山出席国内外赛事都能看见林彦均的身影。大家加油，7月中，蒋胜山到加拿大温哥华，10月到韩国参加国际越野车赛事，林彦均都不惜把手边的工作敲开，一路爱相随。虽然恋情在越野车界早已不是秘密，但演艺圈知晓的人并不多。蒋胜山虽然是相差10岁的小鲜肉，但个性体贴又稳重，深得林彦均情有认可。38岁的林彦均日前便接受男方求婚，而且他们十分低调，并不想铺张办婚礼。经纪人也表示，目前林彦均肚皮还没动静，不是因为有喜才闪婚的。总之嘞，恭喜151啦！